今次會同大家示範嘅就係 Brahms 嘅 A Major Violin Sonata 嘅 First Movement。我唔會咧每一句咧都停落嚟去講啱啱嗰句咧係點樣拉。咁但係如果有啲地方需要注意嘅咧，咁我喺條片上邊咧就會有啲文字嘅解説。咁希望大家覺得呢條片係有用，中意呢條片。
呢度係個功法，呢個長句到底係跟譜上邊一功過啊，定係分開佢咧？似乎咧分開佢會自然啲，唔使俾人覺得咧好似啊佢就嚟冇功就嚟冇功啦。呢一度 Pianissimo 如果咧完全照住 Brahms 所寫嘅功法咧，好似好有限制咁啊！為什麼呢？因為其實在這一句裡面，在這一堆一拍裡面呢，如果你說那些一拍，每一個一拍都是一樣那麼重要，那沒問題啊，那我就一功拉曬它。但是在這些一拍裡面是應該都有 phrasing 的。
最重要呢個音弦。咁但係我唔可以。如果我俾得太多功，最開頭嘅嗰三四個啦，咁去到後邊咧又唔夠功。咁唔知啊，呢一樣就要睇下。看看你覺得怎樣，看看你會不會想用兩弓，但就算用兩弓也好，是要讓人覺得你好像用一弓這樣去拉。試一下可能在換弓的地方，在另一個換弓，在另一個地方去換弓啊。我自己咧會將呢一個 semi quiver 咧拉長少少。當你將呢個 semi quiver 拉長，你係話俾人聽咧，跟住落嚟個音咧係好重要，所以你先至要用額外嘅時間咧去拉長前面呢個 semi quiver， 否則如果你真係好 rhythmic 啊 ，bam b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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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， 係。沒什麼味道啊。不要那麼早下去一把位，每一個小節的最尾個 quiver 好緊要，首歌本來可以在呢度完嘅，但係。Brahms 是我最喜歡的作曲家，希望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講多些 Brahms 的作品，或者講一下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Brahms。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，多謝。